这几个老社区，他们都已经送过了，送过就是台人街以外的吧，你给他看看哪个社区有需要，比如说你给他搭配一下的。可以，没问题，我这个下面。因为我们在老这个几个老的社团都已经有了是吧？我们都翻译下去。我们可以给一个名单，有一些我们已经分出去的。好。好像那个很多社区中心我们也分了，唐人街的几个。主要是社区中心。那你把那个你们发布的历史给我，我对一下，然后看一下哪些没发到的社区。老大去那边拍张照，留恋一下我们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小月。